看一下这里面的肉腊肠。多重重吗？Hello， 我是八岁，今天我们吃粽子，今天来了一个粽子大合集。你们猜猜我这都是什么口味的呢？先来一个猪肉腊肠咸蛋黄粽，好复杂哦。没啥劲，腊肠的，看一下这里面的肉腊肠，还有一个蛋黄，先来一个。好吃，这个咸蛋黄，这个猪肉咸蛋黄，还有腊肠的这个粽子呢，肥肉啊，特别不腻，软软糯糯的，很好吃。我们再来尝一下水果的粽子，这是芒果味的，有点像冰淇淋。打开，好吃。就是太甜了。来个竹筒粽吗？这是小黄米的，喜欢吃甜粽的可以推荐这个，好好吃。